秀姐讲啊，下面雄厚，天然的雄厚，嘿，都忘了叫他讲这一句啊，他已经跑掉了，因为他其实工作非常忙哦，马上又赶到下一个工作现场去了。他今天真的抽空过来，其实现场所有的贵宾呢都非常辛苦，都特别抽空在今天早上跟我们一起哦，完成这一个孩子天空的大合唱的录影跟录音啊，真的谢谢大家。一个好消息哈，待会 check 完确定没问题的时候，你们会是全世界第一个听到你们自己唱歌的首播哈，我们会回报给大家听。大家期待吗？世界首播，世界首播哦。现在正在播出你们的歌声，请仔细听哈，有唱不好的可以上诉哈。好不好？